你们现在都是我的臣民，中国人要都像你这么软骨头，早就亡国了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改过自新，跟我们合作，立刻把柳禅放了。你想都别想！我现在让你马上放我出去。队长，不能放他走。如果你们杀了我。 柳禅死定，你个王八蛋！柳飞，韩立青，我放你走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一定要保证柳禅的安全，要不然不管天涯海角，我都会要你的命。 队长，柳飞，都给我站住！陆大哥，闪开！想怎么样？别废话这么多，快走！我不走了，你要把我当人质是吗？队长他们很快就会找来的。快点走吧，韩立青，你为什么放我走？你不怕我回去告诉队长吗？队长和老大早就知道我是内奸，你说不说都一样。刚才我在外面碰到他们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韩立青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回去吧。我们求队长对你宽大处理，好不好？就算宽大处理，又能怎么样？我犯的事儿不是小事，他们一定不会放过。不会的。柳禅，你走吧。我不想伤害你。你要去哪里？
你别问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海林青，赶快走啊，走啊！你赶快走吧，我们以后互不相干。海林青，你别跟着我，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。 姐，你们是吧？我们是的。刘姑娘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韩庭那小子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是方导抓的我，韩立青他把我放了。还算有点人性。看来韩立青还是不忍心伤害柳禅。白三儿，你跟我去找韩立青，其他人先回去。队长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吧，我还想再劝劝他。姐，你就别去了吧。 这是我应该得的。子弹才是你应该得的。说，为什么给假消息？事情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早就怀疑我了，所以他给我假消息试探我。他们想让我露出马脚。现在我已经暴露，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。这些你去跟黑木龙解释吧，他要肯放你。 我也管不了，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都一样。我说的还是这些。少给我废话，走。这青到底是朝哪个？ 方导，我给你做个交易吧，这些金条都给你，你放我走。哼，你做梦！到现在还想着金条，现在你的小命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。你最好回去跟黑木龙解释清楚，否则。
你必死无疑。你逼我去送死啊你！海丽青，你最好放明白点。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一文不值。妈的！你们日本人利用我的时候什么都答应，现在利用完我之后，就什么都不管了。这个交易是你自己愿意做的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每次交易的时候都狮子大开口，而且胃口越来越大。这次是你自己失误，身份暴露，你能怨谁呀？我真他妈傻呀！我海里清会帮你们鬼子，我真是活该。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走。站住！把枪放下，赶紧给我投降！我是定不会投降的。海里清现在在我手里，如果你们再进一步，我就把他毙了。你毙呀！我告诉你，这小子出卖兄弟，他早就该死了。开枪啊！小妞，她一定不愿意海里清死，是不是啊？给我让开，让我们过去。王导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怎么搞的？去找那个叛徒海里清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可能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？情报怎么会是假的呢？少佐，方导呢？方导他。他死了。
怎么死的？是谁干的？是游击队。方岛抓到了海丽青，却被游击队给追上了。海丽青自杀，方岛中尉被游击队打死了。 马上派人去围剿游击队，一定要消灭他们！嗨！方岛死了，谁干的？ 是游击队干的，我派了人去围剿，但是他们已经逃走了。方岛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，这些年来，他跟着我东征西战，为大日本帝国效力，我对他寄予厚望。 没想到游击队竟然把他杀了，方岛，这个仇我一定会给你报到。你们听着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都要把这帮游击队给我找出来。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 死在方岛的坟前，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方岛。哎，师爷，你说队长为什么让咱们分批入城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不知道，只有等队长和他们会合以后，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计划。 目前，鬼子和我们前方的战线已经拉长了。上级指示我们，他们很有可能在康城建立一个军火库，提供前方的补给。可恶，我们去端了他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军火库，切断鬼子的补给线。大家打起精神，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。好。 什么情况？你找到他们了没有？游击队非常狡猾，我们始终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。既然他们不出现，我们就只有来一招引蛇出洞了。叔叔的意思是，金丝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，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。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，敌人应该会估计到。既然估计到了，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，引这帮游击队出现。嘿。 you
方导到底得到了游击队的什么情报？据悉，游击队是由几方面人组成的。这里是他们的主要成员。这是方导得到的情报，准确吗？没有问题。这情报是韩立清提供的，里面有新四军，有凤凰山的土匪，也有镖局的人，个个身手不凡，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是啊，我也和他们交过手，的确不能轻视他们。这支队伍里面核心人物是队长聂天明，游击队的部署全是他安排的。聂天明，方导有没有说游击队的弱点在哪里？有。方导中尉说，这支队伍团结起来，我们没办法对付他。如果要对他下手的话，我们只能逐一击破。逐一击破？是的。由他们的队伍来看，他们不是铁板一块，百三他们不会听陆有为的，陆有为也不会看上他们。苗香儿和白三素有怨仇，现在只有聂天明才能压住他们。如果我们把姓聂的给除掉，这支队伍就彻底瓦解了。方导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擒贼先擒王，看来消灭聂天明就可以彻底瓦解这支游击队。但聂天明是个很精明的人，我们要想对付他也没那么容易。哼，那就看用什么做鱼饵了。报告，进来。少佐，你找我有事？城西军火库。我们在城西建了一个秘密的军火库，储存军火。之所以在城西这个秘密的地方建，一是便于隐秘，二是便于运输。这件事情你也知道的。嗨，哼，可问题是现在游击队也知道了。他们也知道了。军火库对游击队的吸引力太大了，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我庆幸的是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军火库的确切地点。那他们会千方百计的给予破坏。是的。但是军火库有重兵把守，他们想以软击实呢。高翔啊，你我跟他们交战了这么多次，你可以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这帮家伙不敢干的？是的，那我一定加强警卫，不让他们阴谋得逞。警卫是必要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张扬。游击队现在肯定千方百计地打听军火库的位置，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引出来。那少佐的意思是？把你的人全部派出去，再派便衣，只要在城里发现有可疑的人物，必须进行严密的监视。我们一定要掌握游击队的作息和动向，明白吗？明白。
他们会到康城来自投罗网吗？哼，会的，一定会的。这帮家伙只要想得到军火库的位置，就一定会到康城来打探。这支游击队对康城的威胁真是太大了，必须要消灭他们。而且现在大佐对方岛的死非常愤怒，我必须要杀光那帮家伙，替方岛报仇。属下明白，我这就去办。嗯，去吧。嗨，哎，陆大哥。刘维，怎么样？队长，风声已经没有那么紧了。我来的时候啊，鬼子查的也没有太严，就这些鬼子没有长进。嗯，越是这样越要小心。嗯，队长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？一定要搞清楚军火库在哪儿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到大佐府，我去军营看看。好。哎，队长，你要小心啊。我知道，三个小时以后在这里集合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冲动。嗯，明白。行动，走。行动。陆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了，陆大哥？我在想，高翔一定会知道军火库在哪里。他？嗯。他身为警备队长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他一定会知道。嗯，对。嗯。那这样，你去大佐府，我去找高翔。哎，队长刚刚就说过了。不能轻举妄动，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同意的。哎呀，你好好想想，我这不也是为了要查清楚军火库的位置吗？多一条线索总比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摸强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别，你呢去大佐府啊，盯紧黑木龙，我去找高翔，三个小时以后我跟你会合。哎，陆大哥。就这样。陆大哥。休息，高队长打电话过来，已经查到游击队的行踪，就在城内。真的？是，高队长去抓人了。这帮游击队真的是沉不住气啊！我们刚刚放松下来，他们就出来了。好。既然他们来了，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。哎，队长，坐。刘飞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有为呢？陆大哥说他要去查查高翔，说不定能有军火库的消息，就跟我分开行动了。哎，对了，队长，我回来的时候
被两个便衣盯上了。不过那两个笨蛋被我甩开了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放心吧，我怕被人发现就赶紧回来了。你确定他们被甩掉了？嗯。好吧，我们等等有为，希望他能从高翔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。带人过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被二鬼子给发现了。你们两个从后门走，我去引开高翔。队长，我去。不，队长，你带着柳飞先走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别争了，快走，这是命令。走。队长，正在前面。好，快，快包围，快！抓，抓起来，快！一定是我不小心，让二鬼子发现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救队长，队长太危险了。干什么？回去。你知道队长在哪儿？你就算去了也是帮倒忙。可他只有一个人。赶紧回去通知星儿他们。放心，队长他一定能摆脱二鬼子的。走。不行，我得去。快走啊！大哥，怎么就你们俩？白三儿呢？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了。队长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人呢？我们在城里的行踪被暴露了。高翔带着人来抓我们，队长为了掩护我们，一个人去引开他们。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。不行，队长一个人太危险了，我要去接应他。我也去，香儿姐。我也去。哎，别冲动，我跟香儿去就行了。你们留在这儿等白三儿回来，把情况告诉他。走。好。那你们小心点啊。哎、知道了。别跑，快！兄弟，快，快跟上！队长，我们已经封锁了这里，是不是要等天亮再搜捕？放屁！一个游击队你都抓不住，你让老子怎么见人呢？继续搜。是。高翔。哎，少佐，情况怎么样？哦，我们今天呢，追捕的那个游击队啊，是队长聂天明。你确定？是，属下确定。不过，这个聂天明太狡猾了。一路上让他给跑了，不过他现在受了伤，跑到这个山里，被我们团团的围住。这一次啊，我一定让他插翅难逃。
和田，带上小队去增援他们。嗨，你们两个留下，其他跟我走。嗨，如果能够抓住聂天明，游击队就好对付了。高翔，哎，这次你做的不错。哎，谢谢少佐。但是我们务必做到，活要见人，死。 二鬼子包围了这座山，队长一定在山上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大张旗鼓。队长会不会出事儿啊？不会，他们还在搜山，说明啊，他们还没有找到队长。嘿，杏儿，你干嘛去？我去救队长。等一下，我送你样东西。 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送我东西？你这行为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怕了，再不送的话，也许就没机会送了。陆大哥，你胡说什么呀？那，这是我唯一的一块银元，留给你做个纪念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你别问那么多了，来，拿着。哎，走，咱们救队长去。陆大哥。 周旋一番。再说，我们怎么会丢下你自己跑呢？有为，香儿，队长，啥都别说了。之前你力排众议，相信我不是内奸，这份钱我记住了。无论有为，跟定你了。